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鼎毅陈老师。今天是我们第七章自我人际风格的确认与掌握的单元的播出。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呢，还会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测验，那么稍后会帮各位来做一些施测，你就可以对自己的风格有一些初步了解。我们这个章节的重点呢，总共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关于人际风格的面面观。第二点是人际风格的检测，第三点呢是人际风格的这种测验的这种解释。我们章节的学习目标呢，总共有七点，包括第一点，了解人际互动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第二点，了解影响人际互动的一些因素。第三，了解所谓的适配论以及互补论对人际互动交往的影响。第四呢，了解何谓个人的人际风格。第五点呢，了解个人风格对于人际互动的影响。第六。能够完成个人风格的一些测验。第七，了解各项人际风格的一些风格特色啦，风格背后所依附的价值观啦，以及行这个典型的行为的这种形容词。好，我们看第一节人际风格的面面观。我们在课本的前面几个单元都有提到，像序论讲到认识人际的互动，第二章呢讲到人际关系跟人际沟通的相关理论，第二篇提到第三章自我概念与人际互动。第四章呢，讲到自我肯定与人际互动；第五章提到自我表露与人际互动；第六章提到同理心与人际互动。那么前面其实都是提到人跟人之间一些互动一些相关。那么要了解这种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种品质，其实对自己这种个体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第七章呢，讲到自我人际风格的一种确认跟掌握，就是协助大家对于个人的风格能够有所认识跟了解。那么第八章呢？就是在了解之后呢，能够做一些相关的调整，提到自我人际风格的一些调整的部分啊。好，所以我们这两章第七跟第八，就是要对于个人一种特质的部分来做一些深入的剖析。通常在碰到人际冲突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他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有些人呢是消极以对，有些人就会用攻击对方方式来解决冲突，有些人呢会透过自我肯定的方式跟对方共同协商，来把问题做一个理想的处理。那为什么对于一样的冲突会有不同处理方式呢？那么其实影响那种结果那种因素跟个人的特质是有很大的关联。一样道理，我们在面对自我肯定的时候呢，会遭遇有三项重大的障碍。有些人会比较害羞，有些人呢会产生一种嫉妒的行为，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憎恨而没话自我肯定。但是另外有些人他却不会受到害羞、嫉妒或是憎恨的影响，能够非常的轻易自我肯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是跟他的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各位听过一种米养百种人所谓有些人是附庸风雅，但是海边也是有足秀之夫所以的确呢，形形色色的人都是会有的。那为什么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呢？其实也是受到不同的风格所影响的好，那我们就来进一步讨论一下影响人际互动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根据学者研究影响因素其实林林总相当的多比如说就关系面来看的话，有所谓的九同之说像同窗、同乡、同乡同姓、同号等等等很多的同或是有些因为态度关系所影响互动，有些人是比较友善的，有些人是比较敌对的。那或是因为价值观的关系呢，有影响到互动品质。有些人对任务的争取是舍我其谁，有些人会认为成功不必在我那么宗教信仰也往往会导致一些冲突，或是是不是能够和睦相处。比如说回教跟基督教徒的教义往往是会相左的还有人格特质，有些人是待人亲和，有些人却对别人是严厉以对，会让人产生莫名的压力。那么对物质需求呢，有些人是讲究奢华，有些人就是朴会非常的这个简朴身份地位，有些人是上流社会的，有些人是中产阶级。那不同的社会背景，当然互动起来看法观点都会不太一样。性欲也会影响到彼此的互动，有些人喜欢去逛夜店，有些人喜欢去拥抱大自然有些人背景是比较文学方面的有些人是比较具有硬的那种这个机械的专长
个体环境也会造成不同，像年龄啊、世代啦、啊、相貌啦、啊、教育水准啦、啊，甚至于党派色彩等等，都影响到人际的互动。所以其实就这样来看的话，影响互动的因素啊是非常多，但是互动的主角呢都是人啊，所以我们对人的了解啊，会有助于我们对互动的品质的掌握。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所谓个人风格对于人际互动呢，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啊，其实人际的互动基本上会有两种类型的风格，一个是相似的互动风格，啊，第二类型呢是互补的互动风格。我们来看一下相似的风格类型对于人际互动的这种品质的关系啊，各位听过一些形容的，像是什么气味相投啦，啊，什么这个有志一同啦，什么志同道合啦，啊，或是意气相投等等啊，像什么英雄所见略同，这些这么多的形容词，其实呢，都是在形容呢当事人其实具备类似的一种风格啊。当然比较负面，像什么物以类聚啦，或是什么臭味相投啦，啊，沆瀣一气啦，狼狈为奸，这些啊，都是啊，也是在形容一样的风格啊，只是比较偏向负面的部分啊。OK， 那我们在学理上面啊，有很多的理论可以解释啊风格之内的互动，比如说有所谓的适配假说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像什么门当户对啦，啊龙交龙凤配凤，这是一般口语的说法，就是在说明啊适配假说。张春兴老师对于啊所谓适配说这么讲，他说人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的吸引呢，乃是由于双方具有相似的条件啊所导致的，比如说相貌相似啊，年龄相当，教育程度相同啊，宗教信仰一样，生活的情绪或是社会地位等等啊，啊这些都是形成双方是不是能够相配的条件。这些相配的条件呢，使得他们能够彼此的吸引啊。所以我们在认知系统上面啊，对这所谓的前面讲的那种相似性啊，也有一些解释。通常人们会比较习惯哦，就是我们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所以当对方的风格和我们自己的风格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啊这样的差异而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所以会减少啊沟通的频率啊，这是认知系统上面的解释啊。那么结果呢啊，两个越相似的人啊，因为彼此认知越接近，所以啊他越容易啊进行充分的沟通，结果对于对方啊对彼此就越认同。啊，相反的呢，如果彼此越不相似呢啊，就会因为认知的关系会越减少了沟通的频率。啊，导致最后呢会彼此越不认同啊，所以沟通品质啊就会大受影响啊。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互补论啊，它是另外一种观点啊，跟相似论是不同的啊。他说人际之间之所以会彼此的吸引啊，并非是因为彼此相似的关系，而是因为怎样，因为彼此所拥有的性格不同，因为不同而彼此相引啊，吸引啊，就所谓像刚柔相济啦，刚跟柔是相反的，但是因为相反的关系彼此可以互补，所以会彼此互相的这种吸引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说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两个人的个性太相近的话呢，啊，往往呢会导致一些冲突啊，很难去啊做长久的相处啊，或是啊如果是太相似啊，像欲亮情结嘛哈，也是很难以啊这个长治久安啊。所以互补论提供另外一个思考的观点，来帮我们做解释呢，为什么人跟人之间能够的互动良好啊。好，我们接着进入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是人际风格的一个检测。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做沟通的风格。所谓沟通风格呢，是一种语言的或者是呢非语言的一种呈现的这种方式，它能够显示出类似语言的解释或者是一种理解。换句话说呢，当事人的沟通风格会给互动的对象带来某种特定的感受，所以这种感受是来自于风格所产生的啊，不同的风格会带给对方呢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我们来看一下沟通风格它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互动双方都能够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沟通风格的话，那么如果就积极面来看的话，可以进一步呢去促进啊彼此的一种互动的品质。那么就消极面来看的话，也可以有效去预防或者是呢去消弭不必要的冲突。好，我们先讲到这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情境的模拟啊。那么当各位你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么底下的情境啊，请各位挑选出一个跟你自己的反应最为接近的一种答案。那么请特别注意哦，请各位选的不是挑出最正确或是最理想的答案，而是要选出跟你自己啊最为接近的答案啊。所以答案的本身啊，并没有对错是非好坏的这种分别，而是要跟你自己最接近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模拟的情境。
看到飙车族这一幕啊，各位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当你看到一群呢肆无忌惮的飙车族啊，在眼前大声呼啸啊，扬长而去，这一幕带给你最大的强烈反应会是什么呢？当然，这边有个假设，就是你自己啊本身不是飙车一族，或是呢你不是飙车族的爱好者啊支持者。我们先看第一个反应。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反映出啊当前政府无能、警政绩效不彰的情况，社会秩序混乱，公权力无法伸张，治安败坏，飙车族呢才会这么样的嚣张。我认为这些飙仔都应该抓起来，并且要将好好的加以严惩。如果当事人尚未成年，父母亲的姓名啊还要加以公布，并且重重开罚。好，这是第一种反应。如果你觉得你的反应跟这个反应是很接近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挑选就反应一。好，如果这个不是你反应哦，那么接着请各位看反应二。好，反应二是这样子。其实飙车呢，正是一项很非常危险的行为，不论是撞伤了自己，或是别人让别人这个撞伤，都会酿成家庭的悲剧。这些飙车的骑士啊，真的是太不会想了，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危险的行为呢？很明显的，这个反应跟刚才那个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啊。刚才是有很强烈的批判那种语气，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比较悲天悯人、比较关怀的这种反应。好，如果你的反应跟这个比较接近的话呢，那么请你选择反应二。如果也不是的话呢，请看反应三。反应三这样子，我好奇呢，这些飙车族到底从飙车当中可以获得什么乐趣呢？竟然支持他们这样子搏命演出，甚至搞到闹出人命，终身残废也不害怕。这其中的诱因的确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我想如此才能够拟定有效的因应的对策。好，这个反应看得出来是比较理性的去分析整个情境相关的一些来龙去脉等等。如果你选择还不是的话呢，请看第四个反应。好，反应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年轻人嘛，爱耍酷，精力又旺盛，当然好好的发泄一下喽。说真的，如果我的体态 OK 的话，我也真想去狂飙他两下了。好，这个反应跟前面又不太一样了，是充满了一种精力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感觉。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种反应啊，就是反应五。哎，这只能说事衰到尾，人心不古了。现在有的年轻人简直是，现在年轻人只能是无法无天，讲也不听，稍微数落一下就崩个臭脸给你看。不说了，再讲下去搞不好了，还有拿刀子砍你呢。这个反应看起来跟前面四个是完全不同的是比较一种无奈的感觉当然，可能你的反应都不在这五种当中，但是请你挑出里面一个跟你自己的反应最为接近的反应。好，这是我们对于第一个情境的模拟。接着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情境，一样请各位从五个反应当中挑出跟你自己的反应最为接近的一项。好，那么画面上看到是刚才那五项反应的摘录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批判的声音。第二反应呢是一种关怀的感觉。第三种呢，我很好奇，是一种好奇的一种分析的行为。第四种呢，这是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反应充满了精力的感觉。第五种呢，这是一种叹气的无奈的感觉。然后请各位呢快速跳出其中一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情境的模拟。当你的同事被欺负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听说阿发昨天去参加网友的盲目约会，结果被欺负了，到现在哭得稀里哗啦呢。听到同事所描述的这一幕，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好，我们看第一个反应。反应一，我认为他根本就是活该，自作自受。我早就警告他不要跟陌生人混到太晚，但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还嫌我啰嗦，也要 KK 跟不上时代。这次给他一点教训也好，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来。所以看得出来，这是种有点倚老卖老了这种批判的那种感觉。好，我们看第二种反应的内容好，真的那真是太可怜了，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他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呢？待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可要特别小心一点，千万不要说溜嘴提起昨天的事情，以免他听到了再度伤心了。所以这个反应看得出来是表达一种关怀对受害者呢一种这种感这种关心好，我们看下第三种反应。咦，真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阿花向来很精明这个网友听说还是初次见面的，阿花怎么会答应和他单独去跳舞呢？难道是说对方长得很帅，还是很会甜言蜜语，或者是风流多金呢？总之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好，
所以他是一种分析的感觉，然后非常理性去面对整个事情啊，做一些剖析。我们接着看第四个反应，你说真的吗？哦，那么这阿花可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哦，应该说是赔了先人又折兵才对。我先前呢邀他一起去跳舞，他也对我啊嫌东嫌西，挑三拣四的。你看看这下子啊，肥水都落在外连田了，多可惜啊！啊，这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哈，哎，很情绪化的这种直觉反应。我们最后看一下第五种反应啊。哎，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太开放了。以前呢，我们一下班就要赶回家里啊，帮忙做家事，在外面也不敢随便啊乱交男朋友，更何况是跟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去参加什么盲目舞会呢？好，所以第五种反应也是相当的无奈。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快了，看到第三个情境是关于啊所谓火星文啊现在非常的盛行啊。现在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使用所谓的火星文啊来传递讯息，已经蔚成风潮。年代的史大学的学科啊能力测验竟然也出现了火星文的试题。针对火星文盛行的现象，你的看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反应。来，第一个反应一，我认为呢，此乃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中庸有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放着优美的文字，不去好好的学习运用啊，却一窝蜂啊使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胡话，还错字连篇，不知所云。你看看，你说这样的国家还有没有希望呢？好，所以反应一啊是充满了批判的感觉哈。好，接着看一下第二个反应。啊，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啊念书真的很辛苦，课业压力这么大，又一大堆的课外读物啊，甚至必须要学习，每天还要花这么多时间上网，就是害怕会跟不上潮流，搞得近视啊度数越来越深。哎呀，真要小心啊，不要把身体给搞坏了才好啊。所以听得出来，反应二呢也是一种充满了那种感觉的那种关心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反应。我想火星文的兴起呢，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世界各地啊都有类似的情况，每一个时代都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火星文呢，只不过是当下一种文化产物而已。现在学生作文力普遍不好，恐怕和很多因素有关，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所以反应三一样是进行一种分析的那种行为啊。好，我们接着看第四种啊反应的状况。哦，提到火星文，我就松歪歪，很好玩呢，很有创意啊，还很喜欢。你知不知道有一大堆的部落格啊在讨论，现在还有专门为火星文编的参考书和题库，好酷哦！我要赶快去买一本，火星就要去跳跳了啊！所以这反应啊也是非常的有趣啊。好，我们看第五种反应。哎，说真的，我对所谓的火星文其实是搞不太懂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可是听说现在机测啊、学测的试题啊也都出现火星文，为了能够得到好成绩，我也只好呢啊，只好赶快去设法学习了。所以这种反应无啦，也是一种无奈的感觉哈。OK， 那针对这火星文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五种啊不同的反应啊，一样从一到五各有不同的感受。第一个是批判啊，批判的感受；第二个呢是一种情感的这种关怀；第三想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比较属于分析的行为；第四呢是一种冲劲的那种情绪的直觉反应；第五呢是一种无奈的表态。好，这五个反应都不太一样哈。OK。在面对互动情境的时候呢，啊，譬如说刚讲到这个情境一的飙车族，好，反应一是这样一个内容，啊，各位记得吗？啊，好，我们看第二个情境哦，情境二呢是当同事被欺负的时候，一样的反应一呢是这些内容，虽然两个情境不太一样，可是那个反应其实是很像的，都是一种批判的啊那种感觉。好，情境三关于火星文的盛行，反应一它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也是一种批判的行为。OK， 所以反应一都是一种比较属于批判的啊那种类型的反应啊。好，所以我们要简单摘录一下，反应一是呈现一种强烈的主见批判，比较极端的那种价值判断；反应二呢是比较情感性的，它是流露出贴心比较多的那种情感的关怀。好，反应三是理性的分析啊，几乎不带有丝毫的情感，比较属于理性冷静的；反应四呢是令人啊摸不到情绪，比较活力，比较有创意的。反应五呢是充满着无奈还有认份的一种消极态度，经常是一种逆来顺受的一种表态。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接着看一下刚才三个情境的反应呢，其实你的答案啊可能会是底下这些状况，你的三个答案都一样，那你的风格啊是相当一致，或是呢你的三个答案都不一样，那你风格呢有待确认，或是呢
你的答案两个一样，一个不一样。那么两个一样呢，可能就是你的主导风格；另外一个不一样呢，就是比较弱的风格。好，我们稍后啊可以帮你做到测验，你可以了解啊。好，我们现在对于测验呢做要说明，在作答的时候，如果你给的分数越高，表示呢你对于内容的描述啊是越重视、越在意、越符合的。好，可是注意哦，每个题目啊两个题目加起来呢啊是三分，所以如果你给 A 三分的话呢，那么这个题组的另外一个 B 呢只能得到零分。如果你觉得 A 蛮重要，那 B 啊相对重要性少一点，那 B 得到一分 ，A 两分。如果你觉得相反的呢，是 A 比较不重要啊 ，B 啊比较重要，那 A 得到一分 ，B 得到两分。如果你觉得呢 ，A 一点都不重要，那 B 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把所有的分数都给这个 B， 但是啊最多也只有三分啊。我们拿第一个题目啊来做说明。第一个题组，在与别人有关系的工作上面呢，我要能够主导啊别人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这是比较强调在任务上面的一个要求了啊。第二题，我在知道别人啊遭遇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对方，这个就比较偏向于怎样人际互动方面啊，比较能够注重对方的感受啊需求部分啊。好，所以如果你选择一啊，比如说你给他两分，表示呢你是比较注重任务导向啊，那么第二题呢就要给一，所以相较之下呢，这个人际导向部分啊强度就比较不是那么高。啊，所以我们 A 加 B 呢就等于二加一啊，注意哦，总分是三分。我们再举第二个题组啊来做说明一下。第三题，我对事情看法，重视意见跟别人不一样，也要能够坚持自己判断结果，所以是很这个主见强烈的啦。啊，第四题，我对于事情分析能够啊根据客观的资讯来进行判断，不会事先预设立场，主要是比较不会因人啊这个因事而异，而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做判断啊，根据证据来做分析。如果你给第三题一分的话呢，那么你就只能给第四题两分，啊，所以 A 加 B 就等于一加二，一样是总共是三分。那么各位可以把这个测验完成，可以得到表七之一，就是人际风格测验的计分表，啊，好，这个表呢，我们因为课程的版面呢、啊、只有十个题目啊，十个题组，各位可以在课业辅导上面看到更多的题组啊。好，比如说我们的分数是这个样子，那你把各个题组的得分加起来。啊，第一行上面有四个题目，第二行呢一样有四个题目，第三、第四、第五，以此类推。好，加起来写在风格的部分，所以第一个风格一呢得到九分，风格二是六分，风格三是六分，啊，以此类推。那我们就说这个风格一呢是我们的主导的风格，因为得分最高。啊，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关于刚才那个测验的结果呢，我们来做一下说明。风格，人际风格的描述，我们从三个构面、啊、来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风格的特色，第二个呢是风格背后、啊、所依附的价值观，那么第三个呢是典型的行为的这个形容词啊。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构面，能够让大家对于人际风格、啊、能够啊有更清楚的了解。好，我们现在回看看刚才所提到的面对互动情境的时候反应呢，像情境一在面对标准组时候呢，我们反应是这个样子。那反应所呈现出来是强烈的主见啊、批判等等，这刚刚有提过啊。情境二、反应二的这种感觉呢是比较感性的，那反应三呢是比较理性的，反应四呢是比较情绪化的，令人摸不着头绪啊，像情绪多云偶阵雨一样。那反应五呢是比较偏向无奈的、认份的啊那种感觉。好，我们看风格类型一样，它有两个极端类型，一个是魄力担当型。啊，我们觉得这是不错正向。第二个呢是批判挑类型啊，比较负面的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描述，比如说权威的人，或是表现优异高水准的，或是追求完美的，有着更上一层楼的抱负的，追求品质的，讲究效率的啊，有魄力的，这会让我们觉得呢、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魄力担当型的人啊，或是他信守原则。那如果他表现出来的是呢、啊、那觉得很太过于极度的权威，那就是威权的啊，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的，变成一言堂的，我们说是威权的，表现优异高水准的，太过度的话呢会变成什么呢？可能太过于爱表现，或轻蔑看不起别人、哦、太过于追求完美，极度的话变成吹毛求疵，爱挑剔的啊，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发现左边是正面，然后右边、啊、就变成相对的负面。 OK， 我们看到风格特色的部分呢、啊，魄力担当型啊，它是比较自我期许比较高，律己慎言啊，它不轻易放水，容易使别人、啊、感受到压力。他讲究高品质啊，那么高水准啊，本身的个性啊，毅力坚强，不轻言退缩，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啊，不管别人的反弹感受啦啊，甚至不留情面。他坚持啊既定的目标，行事有风格，欠缺弹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他的风格特色啊是严父型的，啊，就我们印象当中啊，严格的父亲啊，说一就是一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种感觉。我们看一下风格类型的风格特色啊，他是专注于呢任务的执行的绩效，啊，所以这种人他跟同事间啊互动比较少，常常会止于啊工作上面的往来而已，那么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啊，不太容易啊受到别人的影响，形式上呢是比较有魄力的，能够大刀阔斧啊进行改革，有担当，能够坚持原则，勇于负责啊，信守承诺的。所以从以上的描述，各位很容易看得出来呢，这种风格成就这种特色呢，它叫做任务导向型的。好，所以我们说啊，风格类型一的人呢，如果你分数很高的话，你是任务导向型的信徒。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各个不同的反应它的内容。那我们接着啊，来看看风格类型一啊，它是任务导向型的信徒。那相对的呢，风格类型二它就是人际导向的信徒，因为它非常注重情感的交流。那风格类型三呢，它是 EQ 管理的高手，为什么呢？因为他注重啊那种证据、事实、数字，所以不会被情绪所困。那风格类的事情的人啊，他是充满了活力啊，可以说是一个游戏人间人啊，所以他非常的情绪化，难以捉摸。风格类型五的人呢，他是不会得罪人的一种好好先生啊，是逆来顺受的，个性很好相处啊。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几个风格的加总，不太可能会有非常特别的鲜明的那种啊这种表现，除非你的某个风格的分数啊是特别的强烈，那就有可能啊。好，我们再来说明一下风格类型的部分，其实呢，相同的特质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评价，各位记得刚才的分析，权威过度变成威权，表现优异开刀变成爱表现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跟他背后的价值观有大关系。所谓价值观可以简单说是一个坚定的信仰，它会影响我们的对于情境的认知、态度跟判断，进而影响呢我们当事人一些行为，你看不同的反应其实流露出不同的价值观。风格类型的人他是追求卓越自我的实践，为了实践他是认为的这个卓越呢，所以他对任何事情的要求都非常的严格啊，不管是对自己啦、对别人啦，都会产生严厉的要求，甚至会产生批判的行为。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如果你的反应、你的选择是反应一的话，你对于任何事情的看法都是有比较独到的这个坚持，还有你的见解，还有要求啊，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追求卓越自我的实践。但注意哦，这个卓越不见得是真的卓越，而是当事人所认定的那个卓越的标准啊。所以往往呢也会陷于自己的那种盲点而不自知，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看一下风格类型二，他是呢这个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啊。所谓世界大同，就是不仅自己要好，也希望对方能够好。这是因为当时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的关系啊，所以他能够去关心自己、关怀别人，也希望别人跟自己能够过得一样好啊。所以这种价值观呢让风格类型的人他属于人际导向这样的一个信徒啊。所以任务有没有达成那倒是其次，但是关系的和谐是特别的重要。我们看一下第三种风格类型，他价值观是追求理性探讨之后的结果。那么顾名思义呢，事情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错啊，一切呢都必须看证据、数据、事实来做决定啊，而且是经过这个理性逻辑的分析之后啊，所以它是讲究结果导向的。我们看一下第四种风格类型呢，是追求行动第一的过程。那么如果这种风格人呢，他是强调心动不如行动啊，所以结果怎么样并不是那么重要哦，过程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当下有任何的想法，他会立刻去表态，去付诸于行动所以很容易情绪化，不容易掌控自己的心情好，第一种风格呢，我们说是追求和谐无争的这种情境所以这个任务绩效各方面都不是非常重要，而是呢彼此的和谐是他所最关心的那个重点。好，我们最后呢看一下自我评量部分，有几个题目呢，请各位在课后好好去给他看一下。比如说自我风格的这种这个相似性跟互补性对人际互动会有哪些影响等等。那我们在第八讲呢会针对所呈现出来的风格调整的部分再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各位，再见。